老师傅，你用什么手机啊？我们随时呢，我们这智能手机呢，智能手机啊，这个是你自己买的还是你小孩帮你买这的？自己买，手机没什么用，反正嗯1、2千块钱没不嗯稀奇的，这嗯1、1千块钱，嗯嗯嗯，过去这多少钱？这10块钱，过去只要10块钱耶。工资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的过去的工资是几的？就40块钱。对对对，过去现在工拿资少。6千块钱了，嗯，又比100块钱。对对对对，现在买个手机只有1000块钱，嗯，相当于不是十几块钱嘛，嗯，是的，是的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这要看到我们的生活发展，生活就是好呀，嗯，生活越来越好，对吧？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，但是嗯，比人家要，人家还要好，这个没办法比的。人不能和人比，自己过得这个去怎么就比可呢？以现了，在学我们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，这一转30块钱。现在小青年大学毕业了以后，他是3千块钱。3000块钱他还不干了，他还不要做，太少了。最起码3千块呢，是拿到手里下，还没搞税金啊，什么东西搞公积金啊，要扣掉来，对不啦？对对才对，要拿5、6千块钱。那现在出来工作呀，那我们出来家里先拿5、6千块钱，还这么不开心？怎么开心呢？对这吧？倒是的，一个小青年退休了，他们的工资越来越多。哎呀，我过给给我做的那30多块钱，他们现在农场退休小青年，今年退休还拿到6500，这我们个，呢那退休拿1000多块钱，是的，是的，对吧？但他们我今们年退休能每拿到年六都千，加起来的，国家加了17年了，加了200块、300块钱，每年加17年加了5000块了。加上原来的老分1000块，那么变6000块了，对不啦？就这个道理。是是，那现在小青年退下来60岁的女同志，那些女孩子50岁的，她退休也，她拿40多块钱，一退下来的那大概是4500啊，4500，对吧？但他们还在干活呢，他们还拿一份干活钞票要变9000块了，还拿了一份嘛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在厂里下做，不正出去。照着时间身体好，50岁的人是小青年了，对不啦？50岁也是小青年的，五十岁是现在教官就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，男的嘛60岁，对吧？对就对这个对吧，对，老师傅，侬是哪一个呀？就住在这里，你是这2500的，2000你的，对，我可以里面看看吧？好。看看可以，我们这我个，像这种老房子，我不知道里面格局是什么样子，这个住在这里呢，我们上午他们的小开心唱麻将，什么讲在这里开心啊，老师，打打麻将，打打麻将开打打心，麻将，开心，没什么事，那是坐下了，坐，你坐吧，开始开吧，开始吧，好的呀，好，谢谢，给你上这个，小杨呢？哎呀，你不要讲，这个无所谓，我们这个地方一般的。还是可以的，平时打打麻将，跳舞跳不跳？跳舞不跳了，啊，也就是跳舞嘛，都是80岁的人不跳舞了。你茶叶喝吧？我不要茶叶，不要茶。哦，那我说你白开水。谢谢谢谢。咱们也，下午不打麻将？下午他们出去吃饭了。出去吃饭了。他们出去吃饭。香烟去吧，香烟。这个电脑你也会玩的？电脑也玩了几十年了。过去嘛，搞，大概炒股票是吧？股票也搞过，还没现在，新开线那个生意，20万60万钱放在里面。哎呦，小杨，你大概是要30岁左右吧？我33了。你33，我刚看你三。嗯。他们来的时候16岁到20岁。嗯。那个时候来这个小青年农场呢。嗯。1万个。1万个。钱上农场就1万个。嗯，钱上最小了。嗯，从我们8个农场，嗯，20万小青年。这个农青少农场最小，最小最小。哦，那长明最东头了。哦，在长明岛的最东边。最东边，对的。西边还有7个农场。对，现在他们都并在一起。哦，都并在一起。所以说他们知青这批人你也看到过的，对吧？在九军的这个年代呀，嗯，百变年代，九军的有些人认识的，都是那是他们走了。时间长了，那是走了的20几岁，现在都是60、70岁了，那忘掉了这个名字，都忘掉了，对吧？那我是，我也原来不是铁上的，我是调过来的，我78年来的。哦，78年来的。我78年来的，我原来是领长兵的。哦。当兵呢？嗯。当兵以后回来又安排了长兵，长兵也调到铁上了。哦，长兵调到铁上。哦。